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生肉交易市场，今天是11月6号下午5点多啊，到了一辆17米5的半挂，满满当当装了一车马，然后马下车了，前面下来都是大客马，这一车马一共是100多匹，有小马堆，有二堆，前面下来的都是大客马，白色的好看，小马堆下来了。别骑着马，身上黑了。100多匹马，啊，你们下车，都进院去吧。